红豆让那个猪肉的腥味要减少，有效果。所以这个泡多久？红酒要泡多久？差不多这个两个一天左右。泡一天，是的，就红酒就好了。还有什么吗？就红酒，还有其他的那个五香的那个香料，香料是的，黑胡椒、胡椒粉啊，胡椒粉，还有韩国的那个辣椒粉，辣椒粉，是的，还有蒜泥，蒜泥哦，你可以试着在前一天就先把它腌起来，这样子，五花肉这样子哈。好，那基本上你要知道韩国都喜欢有龟多摸啊摸啊，这样满满的东西，他们就是这个也是配的东西嘛。是的，我看一下腌的，好薄，好薄。薄薄的，好透光哦！等一下要包起来吃的时候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看它透光，你看，请问这是什么东西？萝卜，这个也是腌过的，好，炸出还有酸酸甜甜的味道。他们这个也是啊，这个是什么啊？紫苏叶吗？这个就是芝麻叶，芝麻叶就是白芝麻、黑芝麻、芝麻的叶子，对，哦，芝麻的叶子，哎，芝麻的叶子，我不知道芝麻叶子长这个样子，对呀，哦，芝麻叶，好，可以吃一点看看吗？对啊，可是这个味道比较重，比较咸。OK， 这个是传统方式的泡菜，我们也要一起烤，泡菜要烤，对，烤一烤更香。好，现在开始要就是你要看它是用这个食盘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把肉都放上去，食材。是的，我觉得这个锅这个盘子好特别哦。因为我们烤肉经常也会这种有没有瓦斯炉啊？那如果你有这个食盘的话，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烤法。那这个食盘台湾买得到吗？这个是我从韩国带过来的，比较特别的。哦，없습니까？없어요。진짜？我问他说没有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真的吗 ？OK。好，他就把它铺满这样子。对，先把肉铺满，因为猪肉一定要做好才可能吃。好，对。这个我觉得可以，什么问题？可以。在韩国他们还有哪种的烤肉吗？还是都是有在餐厅有哪种？也有这种的，对，韩国也有这种的，也有，也有，也有，有。但是比较有名就是他们的那个盘子很有名，对，比较好看，对。对，但事实上如果你没有这个盘子，就用那个网子也可以啊。摩洛哥，韩国人为什么里中间有一个洞？中间为什么有一个洞啊？对对对，今天那个烤盘中间那个洞哈，有时候我们烤东西油太多，它要借那个洞留下来，它下面那边有个接个管子，所以会放一个碗，可以承接那个油。这个洞有没有？这个洞如果比较多的油从这边流出来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洞，这里有没有？这个洞就会这样滴到这里碗里面这样子。韩国那个烤的时候，你们不会放那个奶油还是油还是什么？不会，因为五花肉已经有很多肥肉，猪肉很多油了，不用特别加。好，现在你这个要15分钟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可以看看油从那边滴下来，哦，健康满分。好，按你们15分钟之后回来，好吧？好。开始起来。现在你刚刚讲说五种的烤肉腌法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有五种的腌肉方法。今天我准备香草猪肉，猪肉，猪肉。第一个，我们的牛奶和 yogurt， 牛奶跟 yogurt 也是腌，可以腌。啊，第二种是第二个是啤酒和发酵的饮料，发酵饮料，发酵的饮料，他们自己酿的发酵饮料，对，黑麦汁的，黑麦汁。好，啊，第三种，这个是木瓜，奇异果 ，kiwi 的，对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的两个我们用 mix， 不是 mixer， 果汁机把它打起来的，就是木瓜再加上奇异果打出来的。木瓜会让那个肉变软哈 ，OK， 这个方式。然后再来这个是什么？米酒。第四个这个米酒加酒和伏特加吗？对，我可以伏特加也一样，伏特加可以跟酱油，米酒也可以和酱油，酱油好。第五个这个是今天要教的吗？蒜，对，醋蒜，醋蒜。来，我们来做醋蒜。今天要教大家的白酒，一个是矿就是矿泉水，有气泡的气泡水，要有宝宝，一个有醋的 ，OK， 妈妈就是气泡矿泉水啊，这个是白酒加醋，对，好不好吧？先放着。我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是全部有配每一个肉吗？还是全部可以配几肉吗？全部都可以，全部都配肉的，都可以配每一个肉吗？对，五种配法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你。因为妈妈记得要用阿罗斯的烤肉用鸡肉，这个要用牛奶很酸。鸡肉用牛奶跟优格。哦，木瓜。水果也一样可以，醋不行。醋不行。因为鸡肉的比较 soft。
不叫 run run， 不叫 run。OK， 好。蒜我们用猪肉。请问一下，我问，请问一下，那个酱啊、木瓜跟奇异果打的时候可以放多久？有时候水果打汁的时候放它会变黑。变黑。对。我们用酱，还要加一点点柠檬，柠檬汁去含冰起来。这个用鸡肉的，这差不多要30分钟就可以了。OK OK， 不要太久，完全不会变颜色。不会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要用洋葱，大量的洋葱啊，洋葱最合味道，百搭。我切多一点点，里面因为这里不够了。好，你要小心，我给你切好不好？给我切好。我给你说一个，很重要，你的手要用这样子，刀子要切这样，好不好？90度下去，一直切。对不对 ？OK， 谢谢。加油！他很厉害，还不错，对，还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家里有做菜吗？没有哎，小心，金姐完全。哇，你在摸他头发哎，小心，你老婆在那里，还以为你搞的，不要自爆。好了好了，切完了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可以，全部再丢下去。好，对，这里。我加盐巴，盐巴，玫瑰盐吗？对，盐巴要差不多加一小滴，一小滴 ，OK， 一小滴，就是一个茶匙，一茶匙，对，一茶匙，对，好，啊，要按摩，我加盐巴要抓水，对，出水就对了，要水，你看一下有很多，对，它就是出水，对 ，OK， 有出了，这样你要抓多久呢？OK， 好了，加一点点，一下下就好了，对，稍微出一下水就好。现在我加白酒，洋葱生的也很好吃。帮我看比例，这个都有比例的。OK， 白酒要60cc， 六十。等一下，哥这边走到50，所以你今天是完全放下去吗？对，你看我跟你讲，是今天你这样的比例是否这么多的？这里一公斤，所以你今天做的那个就是一公斤的肉，好，我加扎实，啊，60cc， 啊，这个矿泉水你帮我加要40cc， 四十，好，没问题的。啊，醋嘞，醋要多少？记得要爆泡的 ，OK， 要爆泡的，气泡的 ，OK。啊，我们的醋对，可以用米醋都可以，这个台湾的妈妈可以买，都可以。OK， 醋我加80cc， 80，对，因为醋多一点，反正猪肉的一点点硬哦，它顶心呐，这样应该可以去那个味道。Risky， 对，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汽水，可以放水吗？没关系，我去白罗斯帮你们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对，这个有啦，这买得到啦，这气泡水还蛮容易的。我加一点点，这什么？一滴 sugar 糖 ，OK， 好。糖，好，我们还有黑胡椒吧，黑胡椒要等一下，要记得全部都可以，要加班给我们加黑胡椒，要加班，为什么？对，要加班，要加班的人才加黑胡椒，全部都好了，我们加黑胡椒，因为我们不要吃太辣，你们台湾人喜欢吃辣，可以加多一点点，没关系 ，OK。好，我加一点点美乃滋，我要有一点点 milky 味道的。OK， 好。OK， 好。这个肉 ，OK， 这样子腌。OK， 你帮我一下。很简单呢，很简单呢。我帮他 massage 一下。对 ，massage 这个的 massage 不是 massage。我现在可以加黑胡椒。好，那你边加我。哎。我们现在这个放进去。冰起来，要30分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冰好的拿出来。对，好。这晚上用，早上可以用烤肉。我下午用，晚上可以烤肉。好 ，OK。我的配菜冰点葱，红色的尖椒，红椒，洋葱，黄椒，黄椒。好，这颜色啊，配料颜色都很漂亮。介绍完。OK， 我下一次加班。要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先看串一个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很简单的。金姐，我有问题，我很好奇，他今天那个猪肉是有没有特别选用哪一个部位？你今天的猪肉，猪肉是什么 part？ 这个松板猪，松板猪肉，他每次都挑松板猪。对，松板我们喜欢，不是在这里吗？你真的？
他我开玩笑，他很好，师傅都知道。对对，厉害！你在考他，对不对？你在考试，对，而且他真的，他很喜欢，他很懂，他每次用松柏珠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谢谢那个赞助厂商，他给我们这个很棒的松柏珠。哎，同时跟他讲说，他的松柏珠很好吃。好，同时还告诉大家，我们今天要送出两份这个哦。配料丰富的烤肉组合该怎么获得嘞？千万别转台哟！丰富的食材当然要配上特别的酱料。放松的香料里面有我们的烟灰，有也是红香，倒出来了，你看，这个都是柚子的味道，柚子的味道，快点。浓浓的柚子香味，柚子酸酸甜甜的，下来煮一下啦。哦，要煮啊？为什么要煮嘞？为什么要煮？厨师们纷纷大显身手，各式特调酱料即将登场。